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厨教做家常菜，窍门一点就明白。今天呢，七号大师在这儿站着了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啊，现在这个白薯正是应季啊，我们来一个奶香双味薯蓉啊。咱们这期节目仍然是由蒙牛早餐奶独家赞助播出的。曲老师，咱们还是介绍主料辅料。对，那么今天呢，首先用到了白薯，白薯，这季节了，白薯下来了，来今天发送。那么里面呢，要配一些水果，有桃，有哈密瓜，有梨，啊，或者说您在家里有苹果，对，有橙子，您喜欢吃什么味道？说菠萝，您就加点都可以。那么调料很简单了，那就是这个有白糖，有这个沙拉酱，咱们要用的咱们主料就是枣味儿，这个枣味儿，然后呢，用一点点这个巧克力粉。一个白薯如何做出两种不同的味道来呢？曲浩老师有三个巧入味的妙招，就是巧融味、巧藏味，还有巧增味。来，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呢，把这白薯洗净，刮去皮，这样把它切成片，这样呢便于它成熟。好，开火了，锅开了，冒气了，我们把白薯切好的白薯，就这么放进去，放进去。蒸它15分钟，给它蒸熟蒸烂，蒸掉就行啊。这边蒸的，咱们开始切。好，切水果了，我们要戴上手套了。这白薯啊，我们都知道，特别是中老年人要多吃啊，号称这食物里边的这个黄金是吧？而且呢，今天我们这有枣香这个奶是吧？也是富含充分的这个维生素 C 是吧？对，这个非常有营养。我们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养生啊！而且白薯现在刚下来啊，正是时令啊，应季。好，先把这个水果切成小丁儿，然后切桃，桃粒，桃也是破伤粒，切开。好，梨红。这个我们外边买的沙拉酱呢比较稠，咱们呢加点糖，加点早餐奶，给它调稀一点，而且呢有奶香味，它太稠了，而给它卸一些。新鲜的水果拌上沙拉酱，是和蒸好的红薯一起吃吗？您别着急，曲浩老师有一种新颖的方法。之所以这样处理，是为了保存水果中的营养物质。我觉得这个营养还是相当丰富的，对啊，又有水果，水果就自不多言了啊，而且这个白薯啊，富含维生素，而且植物纤维啊，老年人吃也好，而且这个奶里边还有枣，补血养颜是吧？我们看这边，好，白薯蒸好了，我给它铲出来吧，对，我给它铲出来，给它铲在这碗里头，我来，好，钟老师，这个蒸好的这个。白薯或红薯打成放在碗里头，然后我们用勺给它碾碎，蒸透了，稍微一压，你看它就面了。蒸好的白薯怎么吃出奶香的味道来呢？就用到了第一个巧入味，就是巧融味。这个里头呢，也可以稍微加一点早餐奶，这个白薯里头、红薯里头都可以，让它更滋润。对，从里到外都有这奶香味，不仅能够吃到红薯和白薯本身的甜香味，而且还能吃到这种奶香味。好，搅匀了。下一个我们取一个碗，碗里头呢，我们来一点点油，这色拉油，色拉油，来一点啊，来一点点，王老师，润一下，这个呢，一会儿我便于我们给它磕出来，是吧？一模子，借用一个碗，好，然后我们把我们做好的这个白薯或者红薯泥放到碗中，好嘞。压一压，压一压，看到没有？给它压什么？薄薄一层，薄薄一层。如何保持新鲜的水果营养不流失，而且吃出水果的鲜味呢？这个时候就用到了第二个巧入味的妙招，就是巧藏味。做成一窝呢，然后把我们拌好的沙拉水果搁在中间，非常有情趣啊，有滋有味儿啊，层层叠加啊，这个一定是非常上面这点你一封口儿，对，咱不能糟蹋，不能让它露馅儿，对，
所以平时我们在馆子上有时候吃这种啊，偶尔吃这个西点，觉得哎呀太奇妙了。其实自己做很简容易，很简单。曲浩老师用这种简单易学的方法，巧妙地将秋季时令水果的味道藏在红薯泥中，不仅保持了营养，又增加了不少的情趣。最后我们拿一个盘子容器，好，蹲蹲边，对对对，哎，蹲蹲边，哎，让它离这碗呢离开点，好啊，那么最后往这一扣，是吧？哎，好，现在我们把碗一扣，走起来，嘿，哎，这道出来了，太漂亮了。做完了，哎，一个馒头型，哎，我得给您出个难题啊，双色双味啊，哎，下一道您看下面，我们继续来，哎，哎，这个沙拉酱啊，哎，调好了沙拉酱，沙拉酱加了早餐奶了，对了，然后我们给它淋上去。都有，哎，给它挂均匀了，挂均匀了，这味道一定不错，是吧？哎，里外咱都是早餐奶的味道。对对对，我就期待着您那双色啊！哎，双色，咱们这就来了。哎，董老师，您配合一下，配配合。嗯，哎，这拿这个，哎，您这边稍微大哦，我挡着，打一半，好，哎，打一半，我摁着。这回呢，我们来点螺，挪，哎，接着挪，我们来点这个。扣扣粉、啊、这回就双色双味了哦。将巧克力粉均匀地撒在红薯泥的表面，这就是曲浩老师第三个巧入味，就是巧增味。哎，这个你看呢，这边是白色的，哎，这边呢是巧克力色的，哎，这边呢是奶香味，那边奶香味呢又加了点巧克力。现在帮您回顾一下这道奶香果香相互交融的奶香双味薯蓉的制作要点。首先将鲜果切粒，加沙拉酱、早餐奶拌匀，白薯蒸熟碾成泥，再将拌好的水果粒加入薯泥中，放在碗中倒扣出形，最后放沙拉酱，再撒上巧克力粉，这道奶香果香相互交融的奶香双味薯蓉就制作完成了。一个普通的白薯同时可以吃出两种不同的味道来，您也赶快试试吧。今天呢，曲浩大师给我们献上这么一个双色双味的这么一个红薯的做法。对，当然我们也是投石问路啊，这个抛砖引玉。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咱们明天老时间老地点老朋友不见不散，再见。再见。明天又到了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五谷健康餐系列节目，我们为您准备的是椰香核桃饼，在家也可以轻松做出酥香多层的小饼吗？只要记住铁钢师傅的四字口诀，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